年底最想赠送的礼物，最想收到的礼物就是 Womacan， 给辛劳工作的丈夫吃酵素丸，父亲的免疫力用脂多糖 Lipopo， 用 LMB 抚平妈妈脸上的皱纹，我用石榴浓缩颗粒克服更年期。购买总额超过75或120元的产品，就可马上获得维他命 C 和 L 型发酵乳酸钙，最高减价50元和免费礼物。 Womacan